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我都是一边，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，我唱的断肠，我哭的夸张，像一套港产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冬天一把火。我们两个是双男男主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猜歌其实不难，因为我们要猜女生心里在想什么更难。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带给大家，让大家猜一下歌。三届的冠军。对啊，来猜个第一题，请问。第一题，请问警察林姐最喜欢遇到哪一位歌手？哎，谁啊？可能答对。答案是江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说“为何你心照”。哦。第二题，合法合法。请问。来，请问听海是谁写的？听海是谁写的？听海是一个那个大哎大师嘛，那个答案是谐星，是因为谐星吗？因为谐星告诉我，没有吧？那是谐星写的吧？第三题，快点，把握节奏。还有第三题，好。日本有人大概有去过大阪吧？有，罗萨卡。大阪竟然加油！前两题都不大阪有歌，还有大阪有一首歌，大阪有歌不可能嘛？大阪有歌，会不会是那一首《打扮成的苦如阴有平》？被仙哥破梗。好，是第四题，好，第四题，再赶快。是大阪有歌，我跟你讲，离大阪很近，东京的新宿也有歌。哦，新宿，对。心术那么高出来不下来，好了，没有问题，谢，很好的，这个键不好就要快手了。我们先举手的先答题，好不好？请出题，有奖金哦，奖金哦。大天最快，李荣浩的什么喜剧之王，厉害，好厉害，恭喜答对了，对呀，他的歌呀，陈奕迅的呀，强，而且大天唱歌也真的好听，他是唯一一位让我们真心觉得上帝是公平的，也不是这样讲话的，怎么了？公平是公平，怎么不要讲出来？讲出来，来唱一下。这个猕猴桃，哇，好听耶！眼泪突然被引爆，我可不是特别爱闹，这叫做心灵感召，不信你万里请教。You check it out， 我天生不。却太多艺术细胞，我弹得琴拍得多也许很少，中的枪爱得到手的钱要华丽的无法低调，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我都是一边，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，我唱的断肠，我哭的夸张，像一套港产片，每颗不咽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，世界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，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，这也是种贡献。确定了，确定哦，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？好，你看，宪哥眯一下，真的很会唱。哎呦，哦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哎呦，表情，吗？拜，不要，糟糕，看表情，那，再给一次机会啊，因为自己那么好的，对啊，好兄弟，那么好的朋友，结果超高，被丢掉的是最高的。哇，这个呀，妈，哎，制作单位会哭死啊！这样 OK 吗？这可以吗？三，三。对。
不要六千八，真的是好朋友，没有，真的好朋友，没有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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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害啦，厉害啦，这个太简单，不会的话就见鬼啦。需要一段时间。通常出这题目，我们是多就是多败。对呀、啊，要不是伤心欲绝。非黑即白。好像在写散文哦。洋洋洒洒的一篇。哎，这个不能写错字。好像朱自清的感觉。来一起唱啦哦。来哟。来哦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用天线，爱着爱。